你以为只有你有精神力攻击吗？精神风暴！ 什么？怎么突然间魔力像是傻了般，完全失去了抵抗之力？是那秦尘的精神攻击，使得魔力的意识陷入混乱，导致真气无法催动，被瞬间击败。不，我还没败，我还有一阵之力。恭喜你！ 获得此次古南都擂台赛的冠军，哼！冠军是秦尘吗？再动手，你的蚕丝衣就要掉了。我跟幽千雪可是一起洗过澡的交情，一定会奋起直追的。竟然是这小子夺得了冠军，为什么？恭喜之前获胜的前12名选手，你们将有机会获得古南都的传承。 秦尘他们进入那浩瀚星河了，难道那里就是古南都传承吗？恭喜你们成为了这一次擂台赛的优胜者。为了今天这一刻，我等待的实在太久了。此地乃是我古南都先辈大能所留下的星空一局。星空一局，我古南都其实是天武界远古时代人族最强大的势力之一。 当年天武界武道昌盛，强者辈出，甚至有高手离开天武界遨游星空。但是就在我天武界人族强盛至极之时，却突然遭受一个异域强族的入侵，对我天武界进行屠杀。当时我人族强者奋起抵抗，诸多势力联手抵挡，而我古南都便是其中的一股中坚力量。但那异域强族实力太过惊人。 战火很快蔓延整个大陆，最终，我几大势力顶尖强者决定牺牲自己的性命，为人族留下一点星星之火。那一战天地变色，终于，异族强者退出了天武界，但我人族也损失惨重，几乎所有的顶尖强者全都陨落。为了保存火种。 我古南都先辈大能这才建立了这传承之地，就是为了使我古南都传承不被遗忘、流传千古。而今天，我终于等来了古南都。没想到，天武大陆在远古时代竟经历了这么一场惨烈大战。按照古南都一直所说，人族既然击败了异域强族，将其赶出了大陆，为何又会出现断绝历史的黑暗时代？ 我想诸位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便开始传承。根据诸位在擂台赛的表现，首先你们获得的是我古南都的一粒精神种子。